位玩家请注意，当前躲藏者共243人，追捕者12人。躲藏者将被给予10分钟躲避时间，计时开始，请尽快寻找躲避处。既然变成了一本书，那就藏在书柜里吧，藏高一点，安全。喂，是我先发现这里的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来不及了，你别按住我。追捕者出现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终于要开始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比赛倒计时5秒。开始了。这是一场既残酷但又充满机遇的战争，这是最简单的游戏。捉迷藏。我的小宝贝儿，你躲在哪里了呀？我来找你喽，乖乖出来吧，千万不要发现我。哼，不在这里吗？真可惜呀。哎，走了吗？找到了，原来你藏在这里呀。玩家爸爸最牛被淘汰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不想死。一，玩家小小木船被淘汰。不要啊。玩家美女社死被淘汰。玩家桃子西西被淘汰。玩家熏肉的笑被淘汰。玩家龙哥被淘汰。当前剩余躲避者207人。发现你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等我出去我一定会回报你的。去死吧。各位躲藏者注意，如果你在捉迷藏空间中死亡，那么你将会永远消失，请务必藏好自己，活到最后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刚刚不是还在案发现场吗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挑战者苏木，欢迎来到捉迷藏空间。捉迷藏空间是什么？这里是你专属的初始大厅，每次完成挑战或者登入空间时，你都会来到这里。我去，原来这草地和树都是假的，太真实了吧。在这个世界中，每一个到达18岁的孩子都会进入一个捉迷藏空间进行生死逃杀。啊，在这里你可以获得世间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东西。比如呢？异能、金钱、科技，甚至是永生，只要你能获胜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囊中之物。听起来很有诱惑，那要是玩家被淘汰出局了呢？每个人在进入捉迷藏空间之后都有一次免死的机会，在死亡了第二次之后就可以选择退出捉迷藏空间进行自保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本职可是一名侦探，参加这类游戏还不是小儿科了。不过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这身子太瘦了点，连8块腹肌都没有，体力上很吃亏啊。一，你的第一次挑战将在10分钟之后进行，请开始选择你的容貌。如果你对现在的容貌满意，你也可以选择不改变。啊，当然要改，居然连容貌也能改，太人性化了。人在江湖漂，迟早会挨刀，保险起见还是弄个小号隐藏自己比较好，这样就算结仇了也认不出我。身高肯定要再高点了，身体再强壮一点点，眼距宽一点点，眉毛宽一点点，还屁股翘一点点，鼻子挺一点点，完美。提交成功，人物正在转换。啊，这真是太酷了。距离挑战开始还剩下5分钟，请宿主输入你的代号。艾米。代号可用，恭喜你已经完成注册，开启个人面板。代号 M。等级 F， 体质7点，精神20点，力量6点，敏捷6点，可分配点数5，技能5，特殊道具5。规则在比赛开始之后才能公布，请宿主耐心等待。哦，不能提前知道规则，意味着必须临时分析，灵活应对是吗？游戏即将开始。
请宿主做好准备。哼，不正面回答，看来是了。好吧，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侦探，硬件不够，实力来凑。倒计时，三、二，我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一，苏木，你终于到了，这案子越来越棘手了。死状和上次案件的死者一模一样，应该是同一人所为。同一人，凶手到底是谁？啊！那等着等着睡着了，居然来了这么多人。不，不要，太可怕了，我不想玩这种游戏。哎，但好在咱们也是有惊无险，顺利通关了。刚才真是好险，也差一点就凉了，幸亏我福大命大。欢迎大家来到捉迷藏空间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刚才那局才刚结束啊。我受不了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好多人呢，都是要和我一起进下一场捉迷藏的吗？接下来所有新玩家将进入到下一场游戏对抗赛，资深者 vs 新手。居然是对抗赛。哎，又一群倒霉蛋，一上来就要和资深玩家对抗吗？在这一局中，你们是猎物，你们可以化身任意物品进入挑战场躲藏两个小时。游戏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，一小时后你们将可以更换自己化身的物品，一旦变身物品被追捕者击中就视为淘汰。另外，同阵营不能相互攻击，否则也视为淘汰。此次挑战为特殊挑战，最终获胜者将获得一份丰厚的特殊奖励。特殊奖励？哇，特殊奖励！哼，特殊奖励是我的了。现在你们将有十分钟的时间通过转盘抽取变化物品，物品选择完毕后将进入地图正式开始比赛。不是说已经开始抽取变身物品了吗？那我的转盘呢？难道真把我给忘了？真调皮。好像是这个按钮吧。那人的系统颜色和别人的不一样，居然是金色的，有意思。这位同学啊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需要帮忙吗？有问题可以问我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已经弄好了。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热心肠？接近我有什么目的？那就好，不过友善提醒，进入游戏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哦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慢着，你不进游戏，难道你是老玩家？没错，作为过来人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，这并不是普通的捉迷藏游戏。一位墨守成规，只想着老老实实找个地方躲好了的话，可是会出局的哦。啊，他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抽取时间结束，玩家即将进入游戏现场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你的第一场游戏要开始了，那么祝你好运，一定要成功躲到最后啊，别让我失望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问题没问完。一，游戏正在传输中。已经开始传送了，那个，你等我回来再说。以前的你可从不会主动找人搭话，今天怎么就一反常态了呢？难道那小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没注意到？是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本场的地图为城乡结合，若是玩家躲藏的地点超出地图上的蓝色区域，将视为淘汰，系统将给予十分钟躲避时间，请尽快寻找躲避处。我要为那些追捕者默哀了，这么点时间，这么大的范围，他们找得完吗？就是，我们躲的都这么合理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，躺两个小时就赢了。不如咱们赌赌他们两个小时找得到几个？只要我们坚持在原地不动，那么应该就有很大的几率通关的。就是就是，这游戏也太简单了，游戏奖励我拿定了。喂喂，你们说话归说话，别到处乱蹭啊，离我远点行吗？而且都站在我身边也太明显了吧，这是要一网打尽的节奏啊。哎，等等，好像有东西在从我身上往上面爬。嘿呀，哎呀，我得再爬高点才行，越高越安全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会有哪个大冤种变成小强了吧？太恶心了。就这里了，视野绝佳，一定不会被发现的。幸好这里有个电线杆，
电线杆上有一张牛皮广告，真是太合理了。难道我真的是天才？合理个屁呀、啊！还好不是小强，那眼瞎吗？兄弟，你真当我这是能贴小广告的电线杆吗？你要不往上仔细看看呢？我究竟是个啥？人家是小妹妹了，大哥，你藏得真好，就借我躲躲嘛。居然是女孩啊。那行吧，不过你要再往上来点，不然贴得我那儿不舒服，硌得慌。好嘞，谢谢大哥，你真是好人。哎，对对对，再往上啊，就是这儿啊，待着别动啊，得了，得劲儿。是否固定你所在的位置？固定之后，你将获得上帝视角，能够观察到整个地图的任意一处。啊，还有固定和上帝视角，我们居然还可以从上帝视角来观察追捕者的行为吗？对面到底有多强，才会有这么多的限制？不过，当然要开启，我金手指不用，才是傻瓜。恭喜玩家获得上帝视角。哦，原来这里就是全部的游戏场景啊，简直一目了然，上帝视角也太爽了。恭喜玩家获得技能狂饮，使用期间增加30%伤害，增加50%移动速度，移动速度持续时间为15秒。此外，其余隐藏技能请玩家自行发掘。有了属性攻击，这下就好办了。那大哥，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姿势了吗？我们不去其他地方藏一藏吗？这里我总感觉有点危险啊，会不会太明显了？嗨，放心好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啊，这也有道理。叮，10分钟躲藏时间结束，追捕者登场。开始哦。啊，这么快，不知道追捕者会是什么样的人。追捕者已到达赛场，和新手玩也太简单了，不如让我加点料。玩家康阳使用隐藏比赛升级卡10张，福利暴击卡10张，比赛难度正在调整中。新手 vs 资深者对决升级，奖励等级乘10，资深者能力限制加强。玩家贪狼触发隐藏任务，现在将开启全球直播。他们开始行动了，你还要换其他位置吗？再不换可来不及了哦。不了不了，意外相识一场，有人结盟总比没人结盟好，这局游戏我跟你混了，大哥你要罩着我啊。好吧。作为捉迷藏空间的首次直播，全场表现最优异者最后将获得一份神秘大奖。神秘大奖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，要全场表现最优异吗？不知道能不能拿到。我去，我们新手第一场就碰到了资深高手。大家先别慌。没错，他们追捕者加强了限制。对呀、啊、嗯，而且就算得不到，只要能混过这一场。距离比赛开始还剩5秒。3，我这里应该安全吧。2，上帝保佑。1。比赛开始。喂，王蛇，咱们说好的，我们狼队使用了道具，那就由我们先挑选范围，对吧？你可是一向言而有信的。当然，按照约定，现在你们有10分钟优先选择的权利。不过，先让我解决这个已经露馅的家伙。玩家歪歪最牛被淘汰。怎么可能？剩余躲避者242人。什么鬼？空巢老哥怎么就阵亡了？哪里出了问题？明明他藏身的位置相当合理，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啊！空调不就该挂在那儿吗？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是不是用了什么提示之类的道具？不是道具。那大砍刀，你有信心躲过他们的追击吗？这群人看起来好厉害呀、啊！你觉得呢，小广告？啊？谁是小广告？问题不在对面，注意你们脚下的灰尘。这个人眼神非常好，他可以通过地上的痕迹
来判断你们的位置。痕迹，果然，刚刚躲在这儿的时候把灰尘蹭掉了。好强的推理能力！代号 M 的玩家是第一次才来的新手，太强了吧？他应该是经过训练吧，否则一般人哪有这么厉害？这个洞察能力在新人里还算挺强嘛，这么快就发现了追捕者的漏洞。哇塞塞，这个代号为 M 的玩家有点厉害呀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现了这种细节，未来绝对是个大佬。不知这个大佬现在在哪儿呢？这场游戏真有意思。门口这么多痕迹，屋里藏了不少人呢。洞中捉鳖的时候到了，抓老鼠了，小子们给我上！是，别打我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玩家小小木船被淘汰，玩家无敌宇宙被淘汰，玩家美女社死被淘汰，当前剩余躲避者205人。各位大哥大姐们，快快救救我呀，我是胶带仔呀。还有我，我是纸箱，他们马上就要搜到我们这一层了。身为只有一次防御功能的玩家，这让我怎么救啊？如果为他们楼区的玩家吸引火力，那我不就是送死吗？可恶，你们这些见死不救的人，我都记住了。救了这些人应该会加表现分，这个全场最佳的奖励，再怎么着也得争一争，反正现在脚在路上，险在天上，闲得慌，还不如搞点事情，给追捕者们增加一点困难，顺便帮自己拖延时间。我有办法帮你们。哎，你真的能帮我？没错，而且还能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，就要看你们愿不愿意按我说的做。这个代号 M 的玩家不就是刚刚提醒我们注意灰尘的那个大佬吗？哎，真的，大佬说他能救，那就一定可以救。大佬救我，可暖床可推倒，我萝莉呢？大佬，我是衣柜，要是能撑回去之后便有重谢。跪求大佬拉一手，那群人马上要到我所在的房间了，救命啊，我要狗带了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之前固定物品的这个选项？固定物品选项，这跟躲避追捕者有什么关系吗？哎，大佬，能说清楚一点吗？我们有点不明白啊，这个选项有什么问题吗？纸箱，你试试解除固定物品，然后控制着纸箱原地使用二段跳，最后在空中立刻固定物品试试。原地二段跳在空中使用固定吗？哎，我试试，解除固定物品，二段跳起，固定物品。不仅没有感觉到下坠感，而且我竟然真的能悬浮在空中。哎，大佬，我成功了。不知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追捕者们手上拿着重武器，但却一枪不开。明明都有超能力，却还走楼梯，所以这只能说明他们的限制很大。双方能力太悬殊，游戏不许他们使用权力。只要你们移动物品速度够快，没准还真的可以跑过他们。但这种方法仅限搏命的时候使用，毕竟如果真被找到了，与其等死，不如搏一搏。呜呼！耶！那大佬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求大佬解惑。你旁边不是有个阳台吗？跳下去，在楼房外的半空上卡着。现在是深夜，月亮又被遮住了，在这种一片漆黑的夜晚下，谁还能看得见你？况且追捕者往那儿看的几率非常低。多谢大佬提醒，等我清理一下痕迹，我这就照着你所说的做。兄弟们，大佬说了，大剑去屋外卡着，借夜色掩藏自己。好，求大佬罩着。大佬真的是新手吗？居然能想到这招。大佬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我刚刚用上帝视角从一楼看了看自己，还真的看不清。哎，这边没什么灯光，显然是游戏为了照顾我们设定的吧。不是吧，这些物件竟然全部悬空了。这是卡 bug 了吧？这样也行啊？没准这是游戏本身的设定呢，只是一直没人发现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 M 到底是有多厉害？竟然不到10分钟就找到了隐藏设定，其实他是用道具进去的老玩家吧？
妈妈，大坦特，我们要不要也去找找 M 大佬啊？让他给咱们指点一下。啊？我觉得他好厉害呀、啊，这么快就摸透了游戏。只要我们能傍上他，咱俩肯定能躺赢。可是我这个身形太大了，移动的话肯定会被追捕者发现的。但如果只有你自己悄悄移动的话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这傻丫头还不知道我就是艾薇。那我不去了。为啥？你不是觉得她厉害吗？既然这局咱俩结盟了，那我肯定不可能就这么丢下你跑了。我们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哼，还挺讲义气。奇怪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人呢？我记得这里有声音来着，在楼下就听见了。小东西们，别躲了，你们是躲不掉的，自己乖乖出来吧，我还会下手轻点。肯定都躲在这房间里吧？也没有人呢。该死，这些小东西都躲哪儿了？还挺会藏。这方案不太妥的。名场面，名场面，我已经录下来准备发到油管上了。这货回归现实后看到这样的录像，他肯定脸都能气歪。这头顶上那么大的桌子都没有看见，他的狗毛啊。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这些躲避者也太有才了吧。话说这张桌子是怎么上去的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我刚刚漏看了。哼，有意思，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？还挺会藏。我可非常期待啊。该死的兔崽子们，到底藏哪儿了？居然全部消失了。赶紧给老子出来。干，热武器不能用，实力有受限制，这火箭筒还没有一根破棍子顶用，咱们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？老大，你拿个主意吧，我们总不可能一直找那些变成大型家具躲不掉的倒霉蛋吧。对啊，老大，那六个娘们中可是有个会用弓箭的，要是等他们把麦田区里逃窜的物品杀完了，我们的表现分绝对会被反超的。想必这群躲避者应该是有高人指点，他们内部藏着高级玩家，否则我们不可能这么久都抓不到他们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使用这个了。居然逼我到这个地步，我一定要这群兔崽子付出代价。追捕者贪狼使用一张道具卡，追捕者能力解锁40%。居然还有道具卡啊！我们会不会被发现啊？哟呵，竟然这么快就又使用上了一张技能卡，资深玩家就是奢侈。又用一张技能卡，这群新人居然这么厉害。玩家盲盒使我快乐被淘汰，玩家五三太有趣了被淘汰，玩家小兔子被�淘汰，已死亡45人，当前剩余躲避者150人。不要啊！惨了惨了，他们能力这么快就解锁了40%，这下对我们可不利了。资深者的法子太多了。大佬，现在追捕者们又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变成的是火车，而且还是8节车厢的那种，我这样还可以卡在半空中吗？大佬，还有我，我变成的是一座3层的小楼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大佬，我变成了没有机油的直升机。这运气也太不好了吧，竟然会抽到这种大件物品。大肯德，你说这下 M 大佬会怎么做呢？大佬也不造啊，这么大件的物品神仙都难救啊，要看他们造化了。直升机兄弟在哪里？我是机油，咱们好像可以起飞。哎，什么兄弟，快来马路上，追捕者降临的地方汇合，咱们这下稳了。直升飞机飞有了。来了来了，火车和小车想活命的话就去找直升飞机，让他帮你们飞走。啊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做不到吧。大佬，我是直升飞机，不是会飞的航空母舰呢，我这怎么能带得了火车和小车呢？根本飞不起来啊。先别急，听过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的事情吗？好，等火车和房子二段跳卡在空中之后，你飞到他们两个的下方锁定自己，房子和火车解除锁定会直接砸在你的身上，到时候他们再用你的身子当地面再次使用二段跳，就能跳向更高的地方了，你们就这样接力就行。
啊，这等他们解除锁定踩在我身上的时候，那我不就当场去世了吗？他俩体积比我大得多呀。哼，难道你忘记了躲避者是不能互相伤害的规则？我们同类可是不能互相攻击的，所以你会没事的。规则还能这样用？那行，我听大佬的，大家赶紧快到我这里来，我带你们上天，咱们都有救了。能带火车上去，那我不也可以装在火车里一起飞上天吗？只要他们飞得高，追捕者肯定是抓不到我们的。就是，现在追捕者能力才解锁了40%，他们里面应该没人会飞吧？哎，新手就是新手啊，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？形势大好还往外面跑？这要是我，我宁愿站在原地，赌一赌追捕者他们找不到。估计是自暴自弃，人家追捕能力现在已经解锁了，他们这会儿逃出去不是找虐吗？哎，那可不一定， M 大佬绝对会想出办法的，他们这会子进火车说不定和 M 有关。我觉得这些玩家移动可能是准备联合所有物品反攻他们。你们在说笑吧？反攻？你难道不知道 A 级玩家有多强吗？一群新人还妄想反攻？等等，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他们好像真的有办法。二段跳？什么鬼？这也行？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？假的吧？啊， M 大佬是怎么想出这招的？简直不要太绝啊，这火车起码带了100多个物品上天吧，以他们这种速度，5分钟后肯定都看不到踪迹了。可不是，就算被发现了也拿他们没办法吧？这些追捕者们该怎么办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何会对他感兴趣了，这种洞察力确实不是一般人。你不觉得这次的新手局前所未有的有趣吗？一群新人将资深老手们玩了团团转，的确有趣。等等，先别找了，再这样找下去不行。怎么了老大？只剩下最后几栋楼了，他们肯定在里面。我们一直这样盲目寻找根本就是浪费时间，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躲避者之间肯定有某种通讯方式和全图视角，否则不可能这么默契让我们全都找不到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先抓住一个躲避者，让他给我们带路不就好了吗？那么多躲避者，一定有一个愿意投降。可是老大，这不太符合规则吧？游戏允许这么做吗？有什么不符合规则的？可是历来追捕者都没有这么做过，万一……不要被发现，不要被发现，千万不要发现我，老天保佑。狗屁的规矩、反正条文里可没说不能这么做。大哥别杀我。我听到你们说的话了，只要你愿意留我一条狗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这人真狗，竟然还叛变。就是啊，是男人就有点骨气，宁可光荣的死也不能当叛徒啊，看得气死我了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新手局的确很有看点，什么情况都能碰见。新人们是配合不错，但是内鬼开玩家全图视野的话，不就相当于给追捕者开个全图挂吗？所以接下来躲在麦田区的玩家们可就难办喽。啊，什么情况啊？是谁啊？我怎么被标记了？好好的标记我干啥？不好，有人在看全局视角。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出来送死吧，兴许我还能让追捕者给你们留个全尸。干，居然有叛徒，靠着出卖队友生存，真是不要脸，太恶心了。等着吧，你会遭报应的，要是我能在现实里碰见你，我第一个就弄死你。好啊，我等着瞧哦，有本事你来呀。完了，大砍刀，现在我们这边有内鬼了，他们马上就能找过来了。哼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换位置还是就地等死？真讨厌，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。让我思考思考。捉迷藏游戏，知道了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什么？小广告，方便告诉我你抽到的技能是什么吗？我看看，隐身10秒3次加防御3次，怎么了？哼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大哥你看，就是那里有100多名躲避者，全部利用规则卡在了半空中，卡的位置非常非常高。不会吧，卡在空中怎么办到的？这是躲避者的隐藏规则，难怪我们找不到。拿着，给
我火箭筒，只要给我看清他们的方位，不管什么规则，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天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玩家，他们怎么抖上去的？竟然是真的！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直升机也就算了，火车和汽车也能上天？就算是隐藏规则，也太离谱了一点吧？他们不是新人吗？不管如何，让我来看看他们的距离有多远。打不到岂不气？幸好咱们听 M 大佬的话，爬得够高。这群人卡的位置实在是太高了，甚至超过了我们武器的攻击距离，连我的弓箭都够不着。不管这几个人了，时间到了，停下手中的活，跟我一起去城区。是。说，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卡上去的？说出来就杀了你。是一个代号为 M 的人教他们的方法，说是左脚踩右脚，螺旋升天。而且他还很厉害，对那些规则的运用简直炉火纯青。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老手。老手？不过是一个新人踩了狗屎运，碰巧知道了隐藏规则吧。大哥，不要杀我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算了，别再浪费时间，天上的躲避者应该还能再拖蟒蛇他们一会儿，还有其他家伙活着，我们先去收割麦田区里的人。是。终于来了，重头戏要上场了。大砍刀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他们可都是 A 级大佬哎，我们这么做能成功吗？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发现了，我俩就凉凉了。放心，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要开始了，记得听我号令，升到合适的高度就使用你的技能。嗯，好。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呼呼，快快，要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一抬头就能看见我们。小广告，快，就是现在！啊，技能发动，隐身。嗯，很好，高度非常合适，距离也合适，那些人也全部都进入了如何如何。根据现场玩家的举动以及小广告刚才透露的技能来看，这群追捕者抽到的应该都只是普通的防御技能，所以他们逃不掉了。更何况想要获胜，怎么能一直墨守成规躲躲藏藏呢？既然是游戏，一直处于防守姿态是绝对会输的，接下来就是反攻时刻。首先寻找有标记的物体，他们被发现以后肯定全躲起来了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老大放心吧，再怎么躲也不可。发生什么了？人呢？老大你快回头看那里。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？怎么回事？这栋大楼怎么……玩家 M 击杀追捕者武大郎。我去，居然还能这么玩。玩家 M 击杀追捕者独眼狼。玩家击杀了追捕者，还是两名。当前剩余追捕者十人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M 大佬一穿二，杀疯了。哎，这四十米大刀这么猛的吗？如果 M 大佬真的是萌新的话，那可就创造历史了。在空中定住，隐身，然后发动斩击，这一套流程太帅了。当我们想着如何躲避追捕者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猎杀追捕者了，这也太厉害了。我感觉我们和他玩的游戏怎么不一样啊？他玩起来简直就是 easy 模式。玩家 M， 原来他就是 M 大佬。真不赖啊，难怪你看好这小子。一个刚进入空间的新人就能瞬间杀死两个 A 级大佬，简直不一般的。是很有意思。可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？追捕者不可能互相伤害，躲避者吗？怎么可能？躲避者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？快给老子找出来，对面到底是谁干的？刚才我的全局视角里没有找到人，可能使用了某种技能，但我觉得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 M， 躲避者里只有 M 可能办到这件事。击杀两名追捕者只有空间高手才能做到，你最好别骗我，否则害我失去了两个修女，这仇我一定会报。去把我他们叫过来。是。干掉这个人我们都得死。
你能想到击杀追捕者的办法，原来那些主意都是你出的。看来瞒不住你，本来还想再低调一点，但奈何实力不允许啊。这个大佬好像和以往的大佬不太一样，我想象中 M 大佬会更严肃一点，但现在这样似乎更有亲切感。话说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你也能看到我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，你还跟着我，不害怕？当然不怕了，咱俩可是结盟了的，而且与其说怕，不如说更有安全感了。哦，更何况抛弃队友出卖队友的事我可做不出来，我是很有骨气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会继续罩着。目前来看我们目标一致，说说你的计划，我们要怎么配合？你可别指望我拿着弓出去跟一个能力状态都未知的人对拼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30分钟后比赛可就结束了。现在只有采取最笨的方法，我们九个出去吸引注意力，你来找他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打头阵。你为什么不等到第二次变身，非得要这么心急？也许他底牌已经用尽了。知道他下一次变身会变成什么吗？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他的线索，我们就该赶紧摧毁他，而不是任由他成长吸取经验。哼，你应该也是为了那件特殊物品来的吧？只要按照我的计划将他杀了，天上的躲避者你有1分钟的优先权。哼，成交。现在是夜晚，麦田里环境过于黑暗，按照计划你射出一支发光的箭作为信号和照明的手段，一旦我们接收到信号后，会在同一时间冲出楼区，直接向麦田区里杀去。麦田区与楼区相隔了一条马路，马路没有遮挡，只能靠自己的反应速度快速冲过，所以我们跑到马路时就是最危险的时刻。不过 M 看到这个机会后绝对会出手，如果他还有再次反杀追捕者的想法，那时就是我们与他对决的时候。这群人还真是阴险，只可惜我们躲避者是拥有上帝视角的，早就把他们的计划掌握得一清二楚了。阿曼大神，你藏好啊，千万不要出来，把自己搭讪不值的。大佬，还有10几分钟就到下一次物品选择了，咱们没必要去冒险。我可以从天上跳下来吓他们一跳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，绝对可以帮到大佬你。楼上的老哥，你忘记这里还有内鬼了吗？你这么一说，追捕者那边不也都知道了吗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那个叛徒也在窥屏吧。赶紧叫那些追捕者快点干掉他们，我好回去睡觉了。 M， 你嚣张什么呢？有本事直接出来呀！10个追捕者你也敢说能杀，脑子缺了根筋儿吧。哼，叛徒不配说话，当好你的传声筒，找你主人去。这家伙的确很嚣张啊，等我抓到你，一定会慢慢羞辱你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信号发射了，我们杀。现在只要他敢动手，那么他的位置就会瞬间暴露，住在楼区顶部的蟒蛇就能直接干掉他。如果他不出手，那就更好了，待我们到达麦田区后，也会用最快的速度无差别清理麦田区的一切。M， 不管怎么做，这次你都是死路一条，你准备好接受死亡了吗？ M 大佬，他敢动手吗？你就是 M， 你居然还敢露面，果然很有勇气。哼，正是本大爷，就不劳烦你们慢慢去找了，太浪费时间了，我饿了。在我的面前冲锋，你们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吗？趁现在，蟒蛇！打不着，消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空间里怎么可能有这种技能存在？刚刚那个是幻影，他一定是躲在麦田里的，把他找出来，分开行动，除掉所有东西。冷静，快闪开，他在后面。玩家 A 击杀追捕者独眼狼，玩家 A 击杀追捕者白眼狼，玩家 A 击杀追捕者小白狼。哼，都这个时候了还能走神，未免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对手了吧。
不过你的反应还是挺快的，被你侥幸逃过去了，否则就是一穿四，可惜。你这家伙竟敢把我的队员都去死吧！大佬快逃啊，他手上有火箭筒。他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，怎么不动？你们懂什么？大佬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。看来这小子耍帅耍得有点过头了呀，他还是太贪心。贪狼和他手下实力不一样， A 级追捕者怎么可能就这么被新手玩家给解决？你是这么想的吗？我倒觉得那可不一定，也许贪狼会阴沟里翻车。新手就是新手，就算再厉害也还是逃不过本大爷的手掌心。什么反击？可恶啊！终于解决一队了，然后就剩拿弓箭的那群美女蛇了。大佬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只剩一次防御了，可是对面还有五个人。肯定溜啊，赶紧跑！啊！可恶，这小子居然往巷子里跑，不行，视野太差了，完全无法瞄准。你们愣着干嘛？快追啊！不要浪费他这次露面的机会。大姐，大佬，为什么我们要往这里跑啊？我们不躲起来吗？记得刚刚那支箭的主人吗？这里这么多遮挡物，肯定能干扰他的视野。他为了击杀我，不得不会转移地点，从而暴露位置。这样他就在明，我在暗，并且他的剑法也肯定会受到影响，反而对我们的威胁会变小。你看上面，他果然现身了。哇，大佬好厉害！王大头，这偏了，我猜的没错，这样的移动速度下，他根本没办法瞄准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就会迅速跑去前面狙击。至于位置吗？可恶，得另找地方埋伏。火车、飞机，相信我吗？当然，大佬，你说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你们立刻从我标记的坐标那里掉下来，记住，锁定的速度快一点，别被摔死了。收到。作为新手，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。可惜经验太少。 Game over。 哪来的声音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现在，趁他的注意力被火车吸引。哼，分心了、已经敢帮我们大吉，去死吧。小广告，快隐身，就现在。可是冷却时间还没有好。他们怎么不动了？追捕者贪狼使用稀有级道具卡缩短了比赛时间，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。5秒钟之后，所有躲避者将重新选择你们的物品，进行第二轮捉迷藏。定住了。在选择结束之后，躲避者将获得5分钟的无敌时间。在5分钟之内，物品处于隐形状态，并且行走速度得到大幅度提升。所有躲避者请在5分钟之内找到并确定好你们所要躲藏的位置，追捕者解锁所有能力。嘿嘿嘿嘿，天不亡我，俺溜了。可恶，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让他跑了。贪狼到底在搞什么？将时间推移到物品选择期间的稀有级道具卡是我最后的底牌，幸好在物品选择时，追捕者不管有多重的伤都不会死去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们刚才差一点就能抓到他了。我替你们挡了一枪，躺在地上撑了10秒，你们这群废物竟然都还没有拿下他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这人为什么单枪匹马往前冲，还以为他打算做炮灰，原来是有这种打算啊。倒地10秒不死，再配合道具卡和恢复药剂，这简直就是多了一条命啊。看来这次贪狼打错算盘了呀，在有这种道具的基础上，他应当是想借刀杀人。是啊，他原本应该是想借 M 之手把蟒蛇队全员击杀，然后再带着自己的队友把 M 干掉，结果没想到吃力不讨好，自己队员全挂，蟒蛇队只损失1人，最重要的是还放走了 M。 不过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？ A 级满状态的追捕者可是连坦克都不怕， M 有办法对付他们吗？哼，
谁知道呢？艾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等会儿我一定要第一个找到你，然后杀了你，你逃不掉了。哼，杀死我，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先选变身物品吧。是否选定超级手办为你的变身物品？自带飞行器械倒是可以用来保命逃跑，可逃跑哪是我的作风，我要将这里所有的追捕者全部干掉。是啊，选定超级手办为我的变身物品。恭喜你，你的变身物品为超级手办。大佬大佬，我想好了，你觉得我变成一个龟壳怎么样？就像忍者神龟那样。龟壳？等等，你就是小广告？原来你长这样啊。对呀对呀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我变成一个龟壳，你就可以把我挂在背上，当你的防护盾了呀，就和刚刚一样。啊，不错不错，非常完美，这样速度、防御、攻击就全齐了。我们再次双剑合璧，干掉那群大坏蛋。大佬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全都听你的，我变成了大宝剑。大神，要不然我们跟他们拼了吧？我变成了一面盾牌，我们这100多人里肯定有不少运气爆棚的人，变成个进攻性武器。大神，让我们一起来协助你吧。他们可是基本没有限制的 A 级，不是之前那个被限制30%的人了。要不你们还是带上我吧，我是盾牌，可以帮你挡挡枪。是啊大佬，我们还是有点用的，大不了当个炮灰，全都任由大佬差使。没想到就这么快我就拥有了这么多死忠粉，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呀。放心吧，这些人不足为惧，你们藏好就行，我会将他们一个一个送走，快速结束掉这场比赛。时间到了，你们躲快点。5分钟躲避时间到，追捕者限制解除。不知道 M 接下来会变成什么东西？谁知道呢？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D 级。不管那家伙变成了什么，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C 级。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B 级。是他一定。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A 级。将会死在我面前。A 级追捕者贪狼，狼形形态解除控制。久违的感觉呀，力量终于回来了。暗杀者形态解除限制。大姐，大姐，你没事吧？下一轮开始了，我们没抓到 M。 没事了，还有机会。现在6名追捕者的限制已全部解除。 M，这下我看你还能往哪里逃。 A 级追捕者蟒蛇，蛇形态解除限制。你们几个先去杀别的，今天就让爷来跟他好好玩玩，我要让他知道惹怒我的代价。不行，我们可是马上就能击杀他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就能为大姐报仇了。就凭你们？你以为你几个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蟒蛇给你们争取机会，你们早就在场外了，别耽误我时间。你无伤，大姐还活着。什么？大姐没事？对，现在让我们赶快集合，走吧。小蛇们，快去大蛇身边吧，落单可是会被吃掉。切，混蛋，我们走。好了，小东西，已经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了，现在是猎杀时刻。告诉我 M 在什么地方。好的大哥。 M 大佬，我们不躲起来，这样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们了。躲哪儿？当桂皇？嗨，他们还有这么多人，而且全部解除限制了，狗是绝对苟不住的，这时候得智取。